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今天就到收购百货十二楼的好吃好物夏季小农展，那我们就来逛一下啊。说有很多这个在地的美食，好，首先第一家就是凤梨啊，好像可以试试。好，不同的，这西瓜凤梨，然后这水蜜桃，这么多品种，应该风味也不同吧？哇，这好像罐头的，好像又糖果。水蜜桃凤梨，好像糖果口味。这个是水蜜桃口味的凤梨。你在直播啊？对，你好。那如果是另外一种品种的话，味道会不一样吗？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西瓜凤梨，口味不一样。会不一样？可以，对。哇，太甜了，太甜了。这个有口味不一样的，有那个西瓜的味道。有西瓜的味道。对，你试试看。哦。嗯，淡淡的。对，不一样。哎，这个是。啊，这个好特别。对，这个很特别，新品种的。哦，新品种。嗯。这个叫甜蜜蜜。对，哦，是。这种应该是甜蜜蜜。哦，好。我们是不是也有来？有来，而且你去年有来。哎，去年有应该有。对，我有印象你。哎，真的啊。被你认识了。哦，赞。对，我应该是去希望广场。就带点酸味，蛮好吃的。好吃哈，但是果肉比较粗。这个好吃，好吃哈，带点酸味。不好意思。好，那第一摊就这么的精彩哦，有数种的凤梨品种，而且还有没吃过的啊。好，小姐非常的亲切啊，感谢你。就是哦，好啊，谢谢你。凤梨雪儿饮啊。对，然后加一点点冰糖。好像那个什么绣球花。我们是请亚洲大学帮忙栽培的。哦，亚洲大学。很香，对不对？香味耶。不是那种外面泡发的那种。香味，对呀，是有香味的。这是新鲜的吗？新鲜的，新鲜的，但是它没有卖。喝起来很顺口，很好喝哦。好喝，喝起来很顺口。对，推荐推荐，来帮帮看。来这边，学姐，都可以看看。那里面好像有点凤梨的味道。一定要有啊，老板的骄傲呢。好滑啊。嗯，很顺口。一瓶200趴，4000。好，那这家。饮料的部分叫做春和凤梨啊。嗯，这个柠檬很顺口耶，看这个甘蔗白木耳不一样，也不白白的，不会那个蛋白质很多。是，这个是我们这个跟那个两个的粘粽子的一样的意思。哦，粘粽子的，因为它里面加啤酒酶，有酵素，凤梨和梅子，就让你解胀气。有些人吃粽子爱吃，可是又会胀气。所以他们就做这个凤梅辣酱。哦，凤梅辣酱，很开胃，凤梨和梅子。对，小罐150，大罐200哦。好特别啊！很特别。赞！马上就到了端午节。对，每家必备，是粽子必备。嗯，谢谢。这是可以闻的，因为它是新鲜果，有香气的，它不是一般泡发。这么多西蛮重的。哦，这个真的很特别，多照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逛一下啊。哎，谢谢。这个是哦，好像还有。但是这个是麦芽寡糖，麦芽寡糖不能吃糖的糖尿病患者设计的。哦，这样。它就是吃起来软软的。吃起来软软的。哎呀，这凤梨干锅米不好。吃啊，你不会就是那种幸福感啊？它里面是加杏仁果。好，杏仁果啊。为了不能吃糖的人设计，所以它也不会很甜，但有点甜味这样。嗯，有甜味有。然后糖尿病患者吃会开心，因为它可以消化，它不会有负担。嗯，谢谢。没有跟肾脏科的患者，就是跟那个医生有做那个合作。嗯，医生认证的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然后继续逛一下啊。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谢谢。然后第一家是这么精彩的啊。糯小米，台湾的糯小米。
赞。手工蔗糖，现在很少了，现在很少看到了，现在这个产量都很少了。这种蔗糖很香，嗯，煮个绿豆汤啊。我们手工蔗糖特别的地方是在于，因为它海拔1200公尺，海拔1200公尺，对，就这在莱吉的部落阿里山莱吉，它的海拔很高，而且。对，而且它是纯手工去烘制的，因为它是细火嘛，要控制温度，所以它可以就炒成非常的金黄。嗯，这个看起来就是温度比较低的产品，因为它不会很黑。对，那您手上拿的就是姜口味的，为什么会有就是姜口味？是因为这个手工制糖我们是纯天然去熬制的，那它的姜呢也是自然生长，所以它没有弄任何的农药跟化学肥料，是纯粹去榨出来，就去熬制，所以他们是自己家里自己吃，哦，所以它今年一整年就这么一袋，只有这么一袋。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很珍贵啊！就一袋，我要看他赶快买，薄的薄啊！哎，谢谢。我们这边有它的衍生的产品，你们也可以试试看。阿里山的姜子，在台湾阿里山的姜子。在这个是哦，也是小米蔗糖组。鸭脚木是一种，就是长在比较冬天的植物。那它的风味比较特殊，它就要这个蜂蜜有办法过得了这个冬天，它才有办法采得到的蜜。所以呢，不是每年都采得到。哦。那它其实是在苗族地区，那它品尝起来其实有一点点的生味，人参的味道。哦。嗯。那在回甘的时候会有到一点苦韵。但是它是甘甜的，它们很多所以其实味道很特殊。啊，如果对于这种高脚木的品种，因为它这个是最鸭脚。鸭脚木，蛮特别。蜜蜂还必须能活过冬天，才可以采得到这个紫草的蜜。对，OK。那我们就是野蜜，有看到吗？有拍到，哎。啊，这个野蜜啦，野蜜，哇塞，这个价钱好像有点。对，大家看到这个价钱的时候，就说哦，哇塞，它这个价钱，你知道这个哈？黄金打造。一般跟这个蜜的差异是在于，像这些都是属于东方啊西方风，他们其实是游牧民族，就是啊香草放哪里就产哪边的。那这是属于东方风，就有点是啊蜜蜂里面的原住民。土蜂。对。我们说土蜂。对对对，就他们的原住民的概念。哦，现在很少了。对，它就适应那边的环境。那它其实一般都是长在啊，就是在岩缝中筑巢，或者是木穴中筑巢的。那这是部落里面，因为我们长期在那边永上待之后，那部落就知道哪边会有蜂巢，特别去取的。那这款其实是从特别不好拿到。对，木头的里面的缝中去取出来的。哦，是它是限量版的，所以人工比较贵。我很喜欢在树木的缝隙里面啊，岩石的缝隙里面筑巢。所以这种蜜都是藏在那些缝隙里面，不能采出来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它的味道其实是很浓郁的那个味道这样子。很特别。限量版，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通常产量很少。OK， 好，土蜂的蜜，吃到赚到。对啊，这样说比较清楚一点，土蜂的蜜。比较不常见，大自然那生产的大自然，野生的，不是人工的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哎，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现在这么精彩，可能要拍到一小时以上。还有这个马告腌猪肉，3700，四葱香肠。淡淡的葱味，哎、欸，我看到好像是可以试试的，有，哎、欸，太好了，先试试看看，哎、欸，谢谢，哎、欸，收下。现在都换年轻人出来了，假矿买了哦，四中香肠哦，年轻人也开始参与，谢谢。哦，还可以试个小米酒，有兴
兴趣吗？嗯，哎、欸，有兴趣。有一个很特别的菌香味。嗯，它是柠檬香，淡淡的柠檬香味。啊，那个就是妈妈的最爱了，那个。入桥。嗯，酱头，酱头。嗯。洗干净以后切的粗粗的，滴一点酱油、麻油就很好吃。我的话就是直接加盐巴啦。嗯。那也有些人比较生猛的话就沾一点。谢谢你。我们跟外面不一样，因为外面都是长糯米、圆糯米，那我们是用小米。这个也有一个名称叫做野蒜，哦，野蒜，它到冬天它会底下也会长得酸酸香香，酸酸香香。我们有妈的就叫入桥，说错了，不，这感觉喝起来有点像甜酒酿。啊，是啊，它就是相同的，就是甜酒酿。米制品就是同样的，那个味道好喝，味道都相同。下班了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你啊，感谢你，好，谢谢谢谢。那这好像是四品啊。乌龟的话，这个一个80几岁的阿公编的，然后他手织品。好，再看看，笋友部落，足球对决，竹笋香肠，竹笋制品。哇 ，OK， 酱笋蛋，很特别，腌过的酱笋蛋，好，还可以报名这个笋友 DIY 体验，今天就在今天，哎，是，谢谢，笋友部落，哈哈哈哈，这个笋蛋好漂亮啊，对啊，自己拿去，我笑，你们这是哪大？对，我们在采收笋子的时候就已经有完全就是把笋子先弄得很干净，所以它很短。这个颜色看起来很漂亮，感觉都是太阳的颜色，自然的颜色，对，是日晒的，嗯，对，而且它很香哦，你可以闻尾巴，这里，它这个就是最天然的，我知道了，最天然的香气，嗯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什么吗？210一包200，对，而且它会膨胀大概3倍左右，不止，对，没错，这有多重？这个如果纯日晒拍，对，没错，叫烧肉好吃，不算贵啊，烧肉要烧那个猪肉，对，红烧，控肉，120，这样算起来不算贵，因为它整个泡开，它大概十重会有快要1公斤，又好吃，这个真的好香，而且会越卤越好吃哦。你看就好香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先继续拍下去。哎，谢谢你。哎，好，这边还有这个酒鬼强迫酸皮。啊，有载具。你好，哎，你好。哎，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冷冻料理包。好，冷冻料理包，我拍一下啊。主厨家常菜。对。年轻人都懂得做点。这我们就低温烹煮就可以了，然后回去就跟餐厅一样，对，酥肥过后，就跟餐厅用餐一样，非常棒，哎，谢谢。哎，酥肥其实是现在很流行的料理方式啊，哎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早安。哎，你好。冰淇淋都可以试试哦。哎，冰淇淋啊。对啊，台湾第一个拿到3颗星的，唯一一个冰淇淋，对。还是台湾的水果吗？对，台湾的水果，台湾材料，台湾的茶，你可以试试看看要不要。我想要试试看茶类的，可以吗？拿我们最好的茶的杯。哎，谢谢你。鸭脚木耳蜂蜜。对。好，这个是冷冻茶乌龙，种一些馥郁一些稻米，然后还把稻米做成酒。茶冰淇淋得奖的呢。对，去找他试试看。对。嗯。我等下再去找你，你先忙。嗯，很顺口。它冷冻茶比较特别，是一般茶叶都是干燥过，它是在干燥之前把它冷冻，冷冻起来它有一些会被水汽带走的风味，我们把它保留在冰淇淋里，所以你吃到会觉得很清新，清香茶园这样，对，所以一般茶叶做不会这样，那我们是用阿修仙乳做，没有加水，所以你吃起来不会很冰，不会冰清感很重，对，很就是很顺，对，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冰淇淋去拿到3个星。嗯，就是茶类的吗？是国际品鉴。哎，我们自己去比利时，然后比利时品鉴。今年最新的2023。哇，好强！
那一球应该就200块嘛，一杯是200块，因为我们没有加水，那茶叶在泡的时候会吸走很多牛奶，所以我们成本比较高，然后材料也都比较好，了解，但是很值得啦，因为那个味道很特别，哎，赞，得奖的赞，应该也有觉得还不错，好吃好吃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，那感谢店家帮我开哈，这个就是野蜂蜜的冰淇淋，对，就刚那个得奖的乌龙茶，鸭脚木耳蜂蜜，因为一直换口味，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处理，还要洗什么？没有，我说你这盒子定做的吗？我就没有没有嘛，就是专门为了试吃做的，它比较卫生，比较干净，比较方便。哦，这个蜂蜜的香气很足，很足够，很清香。这就是台湾的土蜂对生产的野蜂蜜，蜂蜜之王，嗯，鸭脚木。然后它吃到最后会有一点点的微苦，是它的特别风味。嗯，然后它是自然熟成啊，不是 一般商业蜜那种高温，其实它破坏它剩葡萄糖而已。但这个是很有风味，它是很多种风味，不是只有一种风味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它那个甜度是会上下起伏，还有一点微酸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大哥很懂吃。因为我舌头稍微灵敏一点啊。甜酸苦辣甜，酸甜苦辣咸。我们现在可以给你一个优惠，就是有一个折价券，就是超商取货不限金额免运，超赞，有一个折扣码。啊，妈妈尝看，那好不好吃？它有很多种风味在嘴巴里同时呈现，先甜，然后有点微酸，然后再最后尾韵一点点苦这样，然后最后又再回甜，很多种风味，可能氨基酸蛮多的了。它自然熟成，哎嘿，商业蜜。它是就是起伏起伏起伏，很多种起伏，对，很多种风味在里面。它的甜不是很腻的。还有一点那个香气往上冲，那最后一点苦苦的。对，最后尾韵会苦的，可是最后又会再甜。因为它鸭脚木是药用植物，所以对之前流行，疫情的时候它对很抢手。了解。然后它叫冬蜜之王啊。那我妈说有点像酸奶的感觉，的确是啊。我觉得是满分，赞。好，那这家冰淇淋非常的美味哦，各位朋友可以参考看看。好，来逛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一杯或带一组。到6月4号。到6月4号，好，交。谢谢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好，知道。嗯。好，那再来就继续逛下去啊。然后。好，那店家讲说就是用这一家的茶园哦，政府茶园。他们就搅拌是会破坏它肉桂粉的香。先再逛一下啊，好，有相当多东西可以看啊。梅酵素，柠檬大叔。柠檬大叔啊，像我是，哦，好，谢谢，大叔喝大叔就对了。边，哎哎，盖子要打开哦。哦，盖子要打开。边来，好，这个大叔直球对决，大叔对大叔。我还有其他口味，像这个是原味的柠檬的。不错。金桔柠檬。哦，金桔柠檬，金桔。刚刚那个是原味的纯柠檬，然后这是金桔。好，谢谢。清爽的味道，然后你还可以配喉咙很好喝，它还可以泡稍微温热一点的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还有推出一个今天才新上市的海盐柠檬。哦，海盐柠檬。对，就是喝起来很清爽，它有海盐。哦，海盐好。有大海的味道。喝一下这个蜂蜜柠檬。哦，还有啊。还有啊。对，我们变化真多。对，就是没有
嗯，厉害。方便哦，你只要打开，然后加水冲泡就可以。嗯哼。好。就是可以常温保存，常温可以放一年，不用冰，要冰也可以，对，看您个人喜爱。对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一盒的话是12颗，可以外出可以携带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嘿，好，再逛一下，谢谢哦。谢谢，喜欢可以再过来，我们到6月4号而已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嗯。这披萨吗？对啊。哦哦。好，谢谢。哦哦，好，小矿买啊。你这个买回家是直接烤？我们买回家就自己那个，看是要放大铜电锅，还是要放那个气炸锅？大铜电锅是我们家的，是不是？可以吃它。好，刚是柠檬大叔，然后这边是芝麻先生，嗯。芝麻先生啊，台南的名产哦、喔。台南名产芝麻先生，嗯。嗯，香，就是香。哎、啊，我好吃。来，我切一点饼干。没错。就是香啊。吃起来全部都是芝麻的口味，没有加任何东西。就是蔓越莓的芝麻糕。蔓越莓，蛮特别的。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，不过也很特别呀、啊。哎、欸。可是我刚刚那里给你看的那个是女孩子会比较爱的。哎、欸，女孩子。对。而且它不粘牙。哦，对，不粘牙。嗯，都没有讲，帮我讲到重点。那重点就是香啊，就是很香。赶、啊、快来订购。哦，赶快来订购。OK， 好。芝麻先生啊，芝麻。广告广告。好，那小姐很可爱啊，比个耶。好，赞，感谢你。好，记得找这位芝麻先生的小姐啊。对对，在这里。啊，可以叫我们的粉丝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嘿，哇，这个是鲈鱼啊，任选三品600块。这是高汤吗？鲈鱼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感谢可以细甲矿来。嗯。很新鲜。有机桑葚果汁葡萄。好吃，好。其实很多啦，这个对面还有这个古坑手冲咖啡。费南雪啊，好，生乳卷，好，那就尽量把所有的店家都拍到，尽量啊。这家是焦糖盐花米双麒麟，香辛深渊，做菜的香料啊，再来这个是玉荷包蜂蜜，
好，这边很漂亮，是这个水蜜桃，桃园市青农汤小姐。哎，永隆农场，好的。这是我本人。哦，好，水蜜桃小姐。嗯，那这个是要等到七月份才。哎，是。夏天很烫。好的，永隆农场。哦，这样可以 ，OK， 嘿，谢谢谢谢。好。好，感觉蛮赞的，各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，谢谢。哎，就香气很，哎，是台农十号。台农十号，对，好的，哎，好，各位朋友有兴趣可以订购一下啊，谢谢。哦，香料老板是帅哥啊，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哪一国的朋友？是加拿大人。加拿大哦。对对对。那个枫叶，那个枫。哦，对对对对。还有那个什么糖，枫糖。对对对对对，蛮好吃的。对，这是他们自己种的香草，对，配合自己磨的香料。外国的朋友啊，对，蛮特别的，第一次看到。要给外国朋友支持哦，那个全部订购香料深渊。哦，电话是。电话这边。哦，电话这边。电话快来。哦，93426060。OK， 好，各位朋友兴趣就订购一下，哎，好，加油。谢谢你们大家的关心。谢谢。对啊。OK。好，香料深渊，纯天然。好，那我们节奏就稍微加快一点哦。这个是小西瓜。OK。太阳农场。喜马雅仔油，好，虽然后面加快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拍摄时间还是会非常的长。好，如果比较长一点，就选你自己想要看的啦啊。顶级户外飓风葡萄，对，550块一箱，里面三串哦。好，三串了。对，甜度有到18到20。好，这样不是50块啊。哈没有，光吃亏啊，光吃亏。基本都不够，吃亏了，吃亏了，好，好吃又美味啊，550块算便宜。对，好，再来现在是这个喝牛奶咱的阿公愈合包，对，没有错，哎，大小是像这样的大小，是，产季的话就只有一年一次，一年一次，对，所以要把握。好，这个就85岁老阿公种的吗？对，哦，这样子喝牛奶，好，那个朋友是高雄大树来的，高雄大树就是要选高雄大树，哎，是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这边就是这个冰淇淋啊。好，相当多种东西啊。哎，好像绕一圈哦，哎。应该还有很多家没有拍到啊。好，那就希望这个对农产品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这个从我的影片中去来选你想要吃的东西或想要买的东西啊。羊肉锅。蔬菜羊肉锅，像我昨天才吃了很大碗的羊肉炒面。丰原羊，好像是菊花类的饮品，长冰一号，不错，好吃的话可以吃。好，这个是很特别的精密百香果。很漂亮的颜色。前面有很特别的精密百香果。
金色的百香果，很特别。对，康普茶，对，是康普茶，欢迎试喝看看哦。酸酸甜甜带气泡哦，有益生菌，非常好喝。哦，那就喝看，谢谢。康普茶，它是茶叶吗？它是茶，然后它是发酵而成的，发酵而成，所以它会有点像是 yogurt 那种概念。哦，那它酸酸甜甜，喝起来就有点非常夏日清爽的饮料，非常舒服。所以它有很多益生菌跟天然的有机酸，对肠胃非常好。有感觉有点像苏打水，感觉上。对，然后它有点发酵的方式，有点像醋，所以像酵素这样子的概念。哦，所以其实是一个健康的饮料。哦，健康饮品。对。嗯，好喝，酸酸甜甜，有微气泡哦。是没错，非常好喝。康普茶，不错。它应该是卖浓缩罐的哦。不是浓缩的，直接打开来，我们这样是一瓶一瓶卖，然后直接打开来就可以直接喝。然后我们现在有七个不一样的口味。嗯。谢谢谢谢。谢谢好，感谢。谢谢。啊，这个也不错，健康概念。嗯。我们的产品。哎，赞哎，谢谢哎。丝木鱼丝，这个没有看过的。糖醋蒜，我试试看啊，我很好奇它的味道。糖醋蒜 ，Oh my god！就是那种古早味哦哦，哎、欸，谢谢、欸，哦，真的蛮棒的，我妈应该会喜欢那个味道。啊，爱国就不再单调，然后就是像青叶厨房，只等他也到南昌。你好。这边是哦，五谷鸡蛋啊，上次我才吃到。综合顶级蛋，嗯，哦，豆腐乳啊，欢迎试吃哦。哦，这样，来自宜兰的好味道，来自宜兰好味道啊，嗯，那。哦，对，就不是一般那种一罐那样子，像罐头那种多搭比的那种感觉。嗯哼，你要不要试吃看看？可以试试看看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们有松露口味，哎，还是传统风的，可不可以试试看？传统风。我们有做减盐的配方，哦，所以它吃起来不会很死咸。给你吃看看，品尝一下。松露，嗯，好，谢谢。嗯。哎，对对，气死，然后就是说不出的口感很特别，很浓郁，哎，跟传统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他们想要再试一下蒜的口味。好，没事，那我现在看一下，谢谢啊。好，这个松露的很特别啊，它有点中西式的融合的感觉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好，这个叫做白鹿台湾地酒，来一罐啊，不，那个来一杯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个台湾地酒1500块那个啊。你自己来啦，你才在你这边呢。哦。
有这个小米酒的感觉。哦，就是它有这个浓郁的香气的啊，不错啊。纯的清酒。对，啊，清酒。好喝，就小，因为就是像就是米酒。啊，就是在米酿的清酒还是米酒？嗯，米酿清酒，谢谢。好，那各位朋友可以参考看看啊。好，这家叫做慢慢地酒，可以参考一下啊，赞。那小姐非常的客气哦。这个面条好好看，哎，很漂亮的颜色。黎曼，黎曼，哎 ，OK。来，请你吃。嗯。看到了，好吃，很清爽的感觉。就是用这个酱去拌而已。啊，就是用这个酱去拌的。干嘛？你好吃干嘛？哦，就是很清爽，这个是哎，用这个酱去拌的。用这个酱。哎，马告哦，很特别。它就是很清爽的感觉了，就没有调味。蒸一蒸，让吃看看。马告哦。哦，马告。就简单嘞，阿你两吃我用鸡啦。妈妈尝尝看。很清爽。其实用这个酱拌那个。拌面，拌意大利面，拌烤食食物都 OK。都很适合，就是。我觉得蛮适合做一个简单的菜这样吃，这样。对啊，它也可以做大菜啊。对。现在的农民都很进步了。今晚吼，没出才出啊，没出啊，辛苦。这样子。也很会用手机。这样子，这个我们吃剩下一点点的，然后烫一下或烤一下。哦，这就是清冰箱的食物。清冰箱，那清冰箱了，每次这样吃，因为很多老人家就是人一个人随便吃。哎呀，你就要各种颜色都一定要，哎，几点嘛几点嘛，阿妹妹。哦，我知道五星呐，五星，哎。对。这个很方便，而且同时又吃到煎。好，谢谢。吃到好油。啊，好 ，OK， 谢谢哦。哦，这个是艾文芒果。艾文，这鹅油吧？艾文芒果。艾文芒果，哦，很特别。好 ，OK。好，我看到，因为看到后面这个了啊。OK， 谢谢。好，那很多东西可以看啊。坚果辣椒酱、青花椒酱。好，这个是盐。好，这个是黑巧克力。好，辣烫以后。这个酱是比较适合配沙拉嘛？沙拉或是像面包啊，或是用饼干或蔬菜棒去沾这些酱，都可以清食啊，或是沾在一起做搭配。谢谢。有蛮多种酱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决定不想要。那我可以。好，你刚刚是希腊的吗？还有原味辣红椒吗？我可以吃一个辣红椒的吗？好，等我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，好，
辣红椒。这不是，这是红甜椒，不会辣。哦，我想要那个辣的。哦，你想要辣的哦，我们有一，你没关系，你先。啊好好好。对，其实每一款都很特色。嗯嗯嗯。这味道很浓郁。对，这个没有很辣，微微辣而已，微微辣。哦，这个好吃。对，这个酱好吃。对，是这一款啊，这一款没关系啊，就是你这边你可以先拍这边，这是玛莎拉。玛莎拉。对。OK。好，那这个应该是没有防腐剂的，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。红色，我建议你可以先试洛梨丸，然后试。酱一罐多少？原味这边的话都是210。然后橄榄的话就是260，红椒290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就是这个牌子啊。好，在这对面就石斑鱼汤啊，就是每一摊都很精彩啊。小心烫哦，小心烫。嗯，谢谢。好，石斑鱼汤。来，讲过没？这个。哦，这个赞。赞哦。哎，真的就很新鲜。好吃的石斑鱼汤，试试看。你妈有尝过吗？很好吃哎。这家超值得吃哦！刚那个沙拉的话是年轻女生适合吃，然后这家就是适合吃爱吃海鲜的朋友。好，这家应该算是适合吃轻食的朋友啊。第二，它那个汤很鲜，就是啊，然后鱼肉很鱼骨卷卷，炒一炒，大量的辛香料，炒香之后加水加红酒下去，没错。煮过之后把渣都捞掉。就是用这个原汤来煮鱼片汤，当然好吃了。啊，汤好喝。啊，那当然喽。对呀、啊。用的鱼真的很新鲜。哎，然后汤都很赞。那当然不一样。哦，好。嗯，我是这鱼汤我超喜欢。猪肉的那个汤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这值得买，这家直接免考虑啊，就直接买。不考虑。好，等一下来买，赞。好，真的好吃。来用这个袋子，2000就会送个保冷袋。那鱼都新鲜，那个鱼汤也很赞，鱼汤也有代卖。好漂亮哦，就是马斯廷啊，来拍一下。哦，石斑鱼的家很漂亮。对啊，这个是保冷袋，你如果要拿回去啊，然后你要拿出去装东西也这样子。对啊，这边来试试看我们的石斑鱼汤。我好想买一个哦，想买一个，有卖吗？有零卖吗？对，没有，里面是酒精。没有零卖啊，要那个买。好赞哦！它可以打开。谢谢。喂。好，这边来过了啊。世界上的那么多啊。哦，它那个鱼汤还会有点黏嘴巴的感觉。对啊，对，那就是天然的那个胶、啊。鱼胶。对，就是要鱼骨一皮一起下去炒过之后。嗯、其实怎么还没有看到阿金姐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没有看到阿金姐？这一次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的。这个是黑藓。这是柯子寮，柯子寮，哇，烈恋柯子寮，我妈妈找这一家找了很久了，烈恋柯子寮，柯子，他们的鱼产品非常好吃，哦，鱼产品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哎呀，真想拿起来吃，嗯，好新鲜啊，他们的东西很新鲜，这个是什么鱼松？乌鱼松，
乌鱼，乌鱼的鱼种，来做饭团啦。柯子寮应该是蚵仔比较有名吧？就是应该是干柯比较有名吧？不是，他们的海产很多，他们海产很多。哦，看我们看。这是乌鱼的味道，乌鱼，看看，嗯，很香，很清香。他们那边鱼产很多，最有名的花枝丸哈，没有带来哈，有吗？你们的花枝丸最好吃了。对，柯子寮那边很多鱼产，还有乌鱼子，他们那边也很多。现在一包19，那满888我们有中。对，我找你们的花枝丸找了很久都没有。哎呀，今天来这边没有。对，你们的鱼会我还打电话去。那可以，感谢你。你们是那里是属于泥土的，对，我还打电话去问他们。好，那这家就是很有名的恋恋柯仔寮啊。找了很久。对，在台北都找不到你们的花枝丸。那等我们来了这边可以了。恋恋花枝丸啊，你们有这个花枝丸？哎，我们那个他的东西也很好。你们还有那个不是还有那个红仔鱼吗？对，有红仔鱼做的那个什么东西的加工，也有。我们今天没有带五仔鱼，不拉鱼，我们今天只有带这个小虾堡，它是我们那边土产的虾。你们那边就产那个小小红虾吗？对，青虾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可惜啊，可惜啊，可惜。那明天带来吗？刚好展期只有4天了。哦，这样，哦，好，那各位朋友就可以了解这个恋恋柯仔寮是这个很美味的店家啊。好，那这是我妈妈很喜爱的店家啊，那各位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啊。好，那原则上应该差不多都有拍到了啊。那这个石斑鱼是真的蛮值得买的啊！啊，还有这个很热情的大姐啊，仙姑拌饭。面，哎，啊，哦 ，OK，谢谢，OK。好，赞啊！客家妈妈紫苏梅，好，刚应该有一些是太多人没拍到了。那你这是哪里的？蒜头米脆。好，那就像今天我带着我妈妈吃饭跟逛街的影片，各位朋友会喜欢。那当然也是有点融合这个走景啊。啊，那店家都蛮客气的啊，那东西也都很多样。啊，这个辣太后也不错啊。OK， 好，那这一段影片比较长，那有兴趣的朋友就请你再观看，然后没有兴趣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片超长的哦。
啊，但是是很多的这个好时好物的夏季小农展的总集合，然后详细的拍摄，好，希望各位朋友会喜欢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逛得开心，买到你喜欢的农产品，拜拜。